其实我们目前应该是国内最早开始研发，同时唯一一家目前具备自主生产能力的厂家。因为这个算法在我们没有研发之前，全世界都是没有的，就是关于老人的这个跌倒的这个去老人的跌倒算法，因为是没有人做过这个算法的开发。判断这个老人现在是否是处于一个相对姿态是一个正常状态，还是一个危险状态。那么如果是处于一个危险状态，也就是我们跌倒状态的时候，那它就会及时的反应，这个过程大概是在0.18秒，气囊整体就会保护到位。那么从日常生活来看，目前我们很多老人觉得日常穿戴还是非常方便的，非常舒服的。那么其实打开的时候保护到那几个老人其实也非常关键，他们的子女呢纷纷都是来打电话跟我们联系，非常感谢能够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候能够保护到他的老人。